前表演一下啊，搬完锤之后，听说他这个搬蓝锤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如同师弟是搬蓝锤之后，听说庆红他一拳这一拳打过来，我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蓝，但是我要锤他呢，啊，照都照不到。可以 ，OK OK， 没问题。啊，我要锤他，他当然不让我锤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过来看啊。锤他的时候，他这个手就会回锤，锤中间，他可能往这，他可能往这 ，OK。他理论上如果他从外面过来，我锤他，就是他这把我这个一推，对不对？我一推，他不能锤了，你看推到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讲解慢动作，推到这我再锤就没意思了。好，再来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刚好如风似壁什么，他把我封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你懂这意思？那我就他一封，来一封，我就顺着他的势，啊，就是哎，他封，这个就回来了，我们这个就接到这，就叫势壁，啊，如风就是他要把我封起来，因为我锤他，啊，举个例子，啊，假如说我锤过去，他这个手把我往这一带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碰到我这，啊，一带。那我这个手刚好过去嘛，啊，他把我封起来，比如说他把我这个一带啊，就是说我锤过去啊，他把我这个往这边一带，懂这意思啊？你现在是手肘了就简单了啊，又很短，是手腕，你现在碰我的手肘好吧，把我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很短了，那我刚好是那个拳架里面的这样，如果这样的话会别扭，对对。那这样会很顺啊，也很顺，在这边刚好红签这个单位，然后按要顺起，然后再动，这个就是如风似壁，对啊。比如说我打他一拳，他退一步，然后把我送一下啊，动这个啊，因为你不要让我打，要把我封起来，对不对？我翻篮锤一锤，我刚好他要封我，我就是壁嘛哈。啊，那在推手里面是怎样？比如说我们推手，我这翻对不对？我碰过去是蓝，你让，我这个锤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就刚好碰我的手肘，锤对，哎，这个就是如风似壁了，啊，那他要打我的，他往我这边打，我往这一带，你看，这不就避了吗？啊，就是快的。凡是有人把我的手往这一弄，你把我手往这一弄，我这就把他想往这一弄，来往这边一打，往这一弄，往这一打。他想把我封闭起来，可是这个如风，我们这个就势必了，啊，要用腰，你这样是打不动的腰。嘿，啊，你腰一动，步子就可以。步随什么？身患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就是风势。那你左手来讲也是这样，我一拳打过去，他把我一封呢，一样的哈，所以呢就势必了哈。就左右兼施，对吧？两个人来这样，他把我一封，我倒是，但你又把我这个手一封，那我怎么办啊？那我就不能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我还不是一样的，没错吧？两个人都把你绑走了，所以如风似壁的意思是说，是人我一拳过去，他把我们封住嘛，我们就要把它转换成什么壁，壁就是岸啊，这一拳打过去，他把我们封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做慢动作，你用那个手把我封起来，你当然不会让我打，刚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可以做你的女啊，这又是另当别论的，这是推手，还是把你这样啊，做那个啊，那你去打那个柱啊，那我就只要人家推我的手，我就可以做，他要把我逼起来的，就像关门的关走，所以我这样一转，我反而把它闭起来了哈，这叫如风，是人家来封我们，
我们把它一转换四币，或者这个一转换四币，这还不是硼吗？这硼然后铝吗？然后再变成硼吗？这个生铝啊，硼啊，转过来硼铝啊，哎啊，现在做一下，哎。对，每个人来一下，你一拳打过来，哎，转过去变暗，啊，你要操作成熟，该小叶了，一拳打过来，我打那不会让他打，他转过去变暗嘛，啊，这就是无风之力啊，好，就这样子了啊。